老公，我怎么整呢？红一块。老公，你看没看出你儿子今天有什么不一样？脖子红啊。哪儿呀？不是红一小块吗？这嘎还红了，怎么整？这儿啊？这儿也红了。这是嘎的。这儿，咦，杆子杵这儿，你还看那儿？啊。怎么整的儿？你看出你儿有啥不一样？红了吗？除了红了呢？没有。你儿剃头了，你没看出来？剃头了。没看我们现在是小光头了吗？对不起了，儿子，妈妈不是故意的。我寻思给他留长一点儿，你带卡尺剃，完了没寻思，卡尺忘下了。上次剃完把卡尺拿去了，我就一推的，他闹，他不咋老实。我一推的上去了，完了都秃了，秃了，我寻思就秃子剃吧，挺好，秃了多好。儿子以后咱就剃小光头啊。那寻思大冬天别剃那么短呢。没寻思，没他长短的咋稀巴楞的几根儿？反正他那两根也是哈，长短还能挡风啊。那我发现这样式还挺好看，挺精神。啊，我说什么像狗啃的似的。那后边那道红了，八成是他一更的，他那块有道棱，完了没、啊、推了，推的一下怼了。没事，你妈故意的吧？是吧，小磕小碰的那都没事。还养孩子不要养那么矫情，给他一杯酒。差不多人就行，咱们得粗糙的养，不能那么精细，是不是儿子？看我儿子今天穿的套装，哎，蓝色的衣服配蓝色的袜子，配一个白加蓝的口水巾。哎呀，白配蓝，招人烦。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晚呢？啊，哎呀妈呀，上磐石送个人。上磐石，磐石老远了吧？就南边没多远，你好也本事。送个那啥，那个我领导他们那个，你叫啥来着？朋友啊，算客户啊。啊。上午去的，我嗷撩啊，去完了上那边又那啥的，又那个。等我一会儿。没有，就那个他那个那边还有点事儿，就是磐石那会儿还有点事儿，完、啊、我又送这个客人上磐石这一趟那一趟，完了跑两趟。要回来还能晚呢，那还有钱呢？啥钱呢？咋的？那个客户给你小费了呀，老公？客户给啥？领导给的，给100块钱。哎呦天哪！怎么样？这趟值不值？你都有工资，领导还给你钱？听我说，不要不要，他咋的？我那个不晌午就是我领导跟我说那会儿不，我们刚要开饭嘛，啊，不到午饭的饭口的时候嘛，啊，完了他说说那个。说那啥，说一会儿不行，那个吃完饭去送去啊，跟我说的。因为我领导从来不说那啥，说你赶紧几点你去，有事儿了赶紧去送去，人从来不说。人说啥？说那个一会儿你吃完饭是吧？那个快到饭口了，吃完饭你去把我那几个朋友送走是吧？送那个送回家办事啊，这么的。我寻话，人能说咱就别跟那啥糖面，别吃了是吧？我说没事，领导，我说我不饿，早上我吃的晚。啊，这么的，我说我现在我就去，我说在哪儿？你就这么的，啊，我上哪儿一接，接完我直接送去了。送完回来，这都到家了。完说呢，哎呀妈，是不是累够呛啊？我说累啥呀，不累。他说那个到那边，我听他给我来电话了，说那你就拉他又跑好几个地方，怎么怎么地。我说那人那边有点事儿，一就手我就直接给咱们办完了，完就给他送回来了。这么俩人，嗯，完他说那个，哎呀，他说你说你这中午饭没吃完饭，没吃完饭，那啥，说那个你回家买点啥好吃的，哎，这么的撕拉拉的，我说不要，这样不要都不行，你不让。那你买啥好吃的了？我没买，你不说要吃煎腰干豆腐吗？你买干豆腐吗？还买大豆腐？咱今天豆腐宴呢？我真不饿，我都跟我中午没吃饭还不饿呀？真不饿。哎呀妈，这都几点了？不是我就是现在有点饿，但是啊，那阵儿我闲的我真不饿，整的好像怪不起，怪不好似的，不好意思干这玩意儿是吧？对不对？那可不。但我领导该说真讲究。啥呀？我先做好袜。给我拆个呢？啊，快递我买的。啥玩意儿？这是我买袜子吧？啥？我买袜子。袜子？过年踩脚银呢？嗯，过年穿的红袜子。这谁给你老婆婆穿的？不是，那好几双，五双呢，谁没有谁穿呗。让他都踩踩小人行。妈有红袜子呀，我看他脚上穿的呢。他啥袜都有。对对，就咱俩穿踩小人。连迷彩袜都有。这是给我儿买的衣裳呢，就是。这个得大。你是买啥衣服？红衣服？线衣线裤。过年穿的。啊。
过年不得穿红线衣红线裤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得大不？不得。我去买大衣码，完了还能那个多穿一点。看哪儿？嗯，我买的这是买的90的，啊，那得大点啊。这大点，他现在穿80正好。看看带不带劲？嘿嘿，小熊带不带劲？在那儿洗了，明天试试。哎呀，你新的往脸上蹭个什么玩意儿？那啥呀，我就焖饭吧，你不饿了，我赶紧做。焖炒豌豆。嗯，大豆腐怎么吃？拌小葱。不拌，就直接抹酱。啊，行。费那个事，费整那啥呢？行。哎哎哎！嘿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个小和尚。小和尚。嗯、你个小和尚，这还怎么还差点呢？嗯，不行啊，自己踢咋的都不行啊。人等你回来，天都黑了。当大人白胖了。来搬棒子，来，一二，哎呀，一二三，哎呀，你使劲呢，一二三，哎呀，一二三，哎呀，你咋不使劲呢？嗯，这块怎么？那血管啊，还是青一块的，那是血管。半楼，你睡觉啊？嗯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湿没湿这块？这个口水巾湿了换一个。还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你说你这么笨的孩子。成能唠了，现在。现在不正经躺着了。现在一躺就吃手一趴的，就愿意坐的，坐还不敢转转圈儿。嗯呢，现在坐还不敢坐时间长。来翻个身，哎对对，翻一个。激闹了。我给他量身高了。多少？长了吗？70厘米长了吗？长一点不多，之前量是71吧，还是七？我也不知道我量的准不准。家里有个小圆尺，脑袋到脚跟。那我不知道，我那自己整它也趟不直啊，一会儿头腿勾勾了，一会儿拧它身子了，一会儿咱俩再聊一下。啥的？老公，你看我今天好看吗？好看。好。啥的？哎，是你抽手呢？是你猪蹄子呢？嗯。哎呀，大哥。是干啥？咋了？没有，我刚才抱孩子呢，我什么都说话，我电话没电，我要给他充上，够充电器。哎，快，老公，他不干了。我刚给他撂过去，我给他看看孩子。咋的？啥玩意儿都一起到了，雪菊啥的。我寻思啥？你这还收拾啥了？有雪菊茶，这还有粘豆包子吧？粘豆包子，对，包子好像到三箱子。粘豆包子，我寻思咋的？那个，你们这不都不包吗？完了那个，还有那个雪菊，我就过年那个、一共发了几个？发了好像六箱吧，好像是什么十二箱，看看写，六箱吧，好像是。完了那个。给我嫂子你们留点儿，完了那个他弟弟今年不说回来吗？回来到时候给他拿几个，拿三四个吧。完了年豆包啥你们就大伙分呗，那这吃。哎，这玩意儿就当朋友处呗，不是说咱是低气或咋地的，那玩意儿人家对咱挺好，咱就跟人家也别差事儿呗。不是，他得给我拿，我不是姐夫。那你俩跟我没关系，那玩意儿，你俩俺俩当朋友处，我俩就唠嗑还都不错的，像他。回什么礼？他们之前我跟他说，他不说那啥吗？我问他，他不说今天不回来吗？完了那个后来他说那个今先放开的嘛，放开说那就回来吧，咱那边也一样，也一回事儿。我说那你回来正好，我这有点那啥，就是当地的农产品啥的，是不是给你整点儿？他不愿意吃豆包子啥的吗？我说那我一会儿我就得给他打电话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我弟弟给你整那粘豆包啊，整的特产啥的，东北这边的。我说你在外面馋嘚喝的都没吃着。你看看这点啥，这集体买不着的，广州那一带的，粤广那一带的，给我带回点，给你拿点东西。
哎，可拉倒，你可别跟人说，整的好像也咱就管人要东西似的，别拉倒，这玩意儿。我告诉你，我得教他做人，懂吗？有时候你就像不修理他，给牛悠似的。嗯，别要，别管人。有点带点那个笑。那天我跟你嫂子也唠嗑说，我说我发现你弟，他妈最近怎么有点嘚儿喝。哎，你嫂子就那玩意儿。他弟人，人真不错。他这个人性格跟咱不一样。反正我这性格啥，我这有啥说啥。他老憋着，反正我就那天我也说了，我说您回不回来？他说回来。我说回来，回来行，回来。我说那个那啥，我说你愿意啥，我都搁家里面都给机给你买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好像回来回家不尊重似的。那。我说完，我直接告诉他，我说你也别宽大比寡回来。嗯我说你他老他干过那事儿。那就是回来咱也不买呗。哎呀妈呀，你都不知道，有一回我过生日，你都不知道给我拿，他妈很气死。给我买一箱红牛。红牛那不挺好吗？那玩意儿。你不就愿意喝红牛？有劲儿。买了一箱可乐，哎呀，我说你这家伙，操他妈的！我不知道以为是你大嫂，你外女过生日，你哄谁呢？这是，这两天撂了。我抽烟也不贵，才20多块钱。那愿拿啥是人家自己心意的，咱管人那事儿。嗯，再一个，你那扣肉啊，你那玩意儿不能这么整啊！你到底有不是没有啊？扣肉没，哎呀，你别说扣肉没了，扣肉今天好像有了，到一会儿我给你看看吧，看看。你赶紧再给我拍10单8单的吧，你不行拍20单都行，那玩意儿能动动现在。你吃不了那些玩意儿，都说这是吃多少，你就那玩意儿。你要，你说你嫂子他妈也要，你说我这哪整去？我说那玩意儿，我说这他妈今儿能买名不能买，谁知道啥玩意儿呢？这前两天真没了，那今天好像是有了，一会儿我给你看看吧。我也没瞅过，也忙活一天。一单是两盒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一单是两盒。你买10单吧，20盒，一家分个5-6盒，雷够够的。我那你扣肉，我他妈都饿了。我心咋？你要这么吃啊？我估计两顿就怼足上了，那玩意儿。怼啥足性啊？我都连吃3天我都没足性，我还空捞。到时候我给你看看吧。我你看，我今天我都没瞅，我搁那家忙活一天，我上趟磐石，我那个领导让我送个朋友啥的，跑一天，我啥都没看。什么朋友还他妈给送磐石？这一天你不是那正常，咱给人干活不就司机活吗？你跑正常，那人家回来还给我100块钱呢。我领导嘎嘎讲究，不是就中午我说我没吃上饭吗？特意说晚上回去买点好吃的吧，那愿意吃啥呢？那行，那你到这样。要说人多有那啥领导样啊，他也不差那钱，他这玩意儿差不差的，人家在意咱们，对不对？拿咱当回事儿。嗯嗯，确实不错。哎呀妈呀！那你那天说那个酒那玩意儿，你整哪样啊？你整明白了？啥酒啊？那天你爸拿的这酒是什么酒？我那联系完了，他那也有那啥，也在那抖音这卖的话，他。你们那时候买多少钱一瓶啊？喝是成箱的还是成瓶的？他那一买都买10多箱，然后喝费呀，一个人2-3瓶，那家伙一顿就成1箱就没了。不是，那你给爸拿那箱不是你买的，你搁他拿的啊？我也不知道他买，他给我介绍这要我买的，我那1箱150。啊，1箱150。饭店他妈零售卖他妈的25一瓶，那一箱他妈的10瓶得250。1箱150，就算你150，他这我跟这厂家联系，他说电商是卖才80，不70多，70多，你知道吗？这酒啊，不到80吗？你说好，这不是人参酒，这是人参松茸酒，就是参加，因为我打参加厂家电话联系，人家给我的，他们那销售业务员啥给我的，就是这家一模一样，一会儿我给你看看是不是，给你瞅一眼。能买咋不能买呀？一会儿我给你看一眼，你确定一下是不是他？你嘴一模一样。79.9块好像是79的，忘了。这回我一家里头拿6箱，过年就送这个，还他妈便宜。你行了，一会儿那啥，大哥，我瞅一眼，完了我给你发过去，你看看是不是这玩意儿，一模一样，还就他家给我的，你看吧。嗯，行，那好了，大哥。你看你这准的啊。嗯嗯，准，嘎嘎准的啊。